卖完音乐没了，吓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什么出错了，哇！这个快乐。哎，晨晨，你看那边还有粉丝给你的惊喜，我晨晨们都是最棒。耶，好棒啊！第一次在舞台上突然遇到断电的情况。哇哇哇！都看到了你们，成哥两米五，天王盖地虎。成哥来分享一下刚刚那一刻，你以为发生了什么？哇，我以为就是自己把你这都设计好了，就我自己还在很认真跳着，跳完那条发现我也没有音乐，大家可以继续，然后就全跑掉。对，因为所有的成员今天是在彩排前一刻，然后做了这个。因为今天是告诉我没有彩排的，所以我就很慢过了，我就说，哎，怎么会今天没有彩排？我也很奇怪啊，然后就没有来，是不是？所以完全没想到这一幕。没想到。刚刚我在后台看那个监视器里面，晨晨的样子太可爱了，完全。蒙住了，说发生了什么，还在想下一个动作是什么，就是我也想，是不是就是给我一个 solo 去。来，现在到你 solo 了，我们来到蛋糕前了，来到蛋糕前来，我们先请哎哪个成员来解释一下刚刚这个惊喜的来由是什么，谁策划这一刘长进了，刘长进策划长进来想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其实我就昨天晚上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这个 idea， 就是想，其实原本是想说，就是开场的时候他升上来的时候直接吓他，是，就他们我们还是想了一下，还是觉得就是用这个断电的方式，断电的方式，而且是在 Dream 这首歌里面，对不对？有个美梦成真的感觉。来，陈震来看到这个蛋糕有什么样的心情？首先，我觉得。哎，这是我红发的时候，我很想念我的红发。然后，哎，这个寓意很好哎，这是我的重庆们跟我一起，然后。啊。哎，9%， 大家都应该把大家都放在这上面了。对。没有，今天大家把 C 位给你，对不对？让你站一下 C 位，对。我想跟我的兄弟们一起在这个蛋糕上过一摔。啊 ，so sweet。好了，那我们要不要先来全场唱生日歌，然后 Let's go， 来，谁来？队长来帮我们起个调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18岁，老了一岁，但是不过可以去守护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，变成一个大人，我觉得很有意义。是，而且今天那么多爱你的人和你一起来度过。我觉得姐姐们在哪儿？今天真的18岁，有种成哥的感觉啊！非常真的，今天很开心，今天真的很开心啊！因为其实就是过生日嘛，那从没想过会有像这样的机会过生日，对，因为之前其实。过生日就很简单的，在家里或者是跟朋友一起，就简简单单就过去了。但是今天觉得很有意义，就可能跟你们在一起，然后和我的兄弟们在一起，还有 Nice 们，所有大家全场在这里陪我一起过生日，我就觉得很开心，真的，很谢谢你们。来，晨晨，心里默默的许三个愿望，好不好？三个愿望。对对对，过生日嘛，好不好？来给自己许下美好的祝愿。好。耶、yes. yes. ！要不要分享一个？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第一，希望我的家人们，然后我爸妈、我的姐姐、我的哥哥、我的所有的家人们，包括我的重庆们，身体都能棒棒的，身体棒棒。我的兄弟们，对，包括，然后希望就是第二个，就是希望 9% 能你们能一直陪 9% 一路走下去，不管多远多久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希望今天大家玩都 happy， 耶、yeah! ！谢谢我们的寿星，谢谢我们的晨晨，把生日祝福也送给了所有爱我们 9% 爱范丞丞的每一位幸运的，包括现场的观众吧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个合影，好不好？好、啊，生日的大合影。耶、yeah. ！来，我们以大家为背景吧，好不好？ Yeah. 来，我们把蛋糕往前挪一下，然后以所有全场观众
大家一起来看这个生日表。跳完这个断电，吓我一跳，真是吓死了。哎，来，我们晨晨站中间好了，晨晨站中间。先站蛋糕后面吧，对，把蛋糕露出来，很有意义的蛋糕。哎，那我想蹲下点。对，把大家尽量多露一点。哦，这么低啊！先站着拍一个，然后再蹲下来，好吧？先站着拍一个。好，来，每位成员都有，还有每位现场观众都有。